三哥和朱竹清要结婚了，三哥背叛了你，和我在一起吧，别要三哥那个渣男了，我一定会对你好，真心真意的爱你，一生一世的对你好。不可能，我和三哥是真心相爱的，就算我离开学业两年，他也不会背叛我的。我没骗你，他们现在正在教堂举行婚礼，你可以去看看。这是不可能的，你在骗我。三哥，你真的不喜欢我了吗？真的要和这个女人结婚吗？在你离开的这两年，每次我生病的时候，都是竹青在照顾我，我们日久生情，相爱，所以你走吧。小五，你走吧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别再来找我老公了。三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就是离开了两年，你就把我忘记了，臭渣男，去死吧，看我的八段摔。真当我好欺负啊。渣男，要不是看你长得帅，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？现在也不帅了，你不要想当我老公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是渣男吗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